然后假装给你一下。啊，那放好了，快快快，坐吃啊！我先不吃了啊，我不饿。不是，哎，走、啊，干嘛去啊？那我特意精心为你做的，那是。咋不吃啊？吃啊！那个啊，昨天确实有一个男生要加我微信，我确实加他。什么？但是我已经告诉他我有男朋友的这件事情了，我发誓绝对没有做这么贱的事情。行，没事，吃饭啊，吃。哎，你尝尝我做的这个呗，我第一回做，你尝尝，蛮好吃。你看，吃这个就行。哎，啥好吃？没有什么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哎呀，有点咸了。没有什么难受的感觉吗？咸了难受啥呀？多喝点水呗。还行吗？挺好吃的。嗯。你吃啥呢？啊，我再不吃来不及了。